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，还给我来了个对线技巧，碾碎他！一技能第一次要打到敌人，否则无法激活二段一，多贴心！你看 ，Q 一 Q 不对 ，R 一 Q W 一 A， 错了，是开 R 平 A W 平 A 接 Q 平 A 接 E 平 A 再接 E， 这个连招。 多用控制技能限制他的贴身虚区，在他位移技能使用满时，可以抓住空隙进行击杀。嗯，明白了。 我想问一下，萨满的瑞文叫什么？有人记得吗？是叫月半小夜曲吗？叫放逐之印呐？那我也知道它叫放逐之印呢。 我还能不知道他叫放逐之印吗？六十，回家了。 刚有个兄弟跟我说：“你敢不放 Q， 广向闪现就跑了。”不是我不放，确实是没吸地。我也想放，但是我放不出来。这就好比你想拉屎，但是你硬拉，你肯定是拉不出来。你吸地没好。 先插个眼儿，不晕小兵啊，这个红豆留着。 让他去啊！让他去！我的妈呀！哎，他俩是怎么把这满血的瑞文给杀了的呢？ 爬着个下路呢，对面中单在那里呢。抽一下，一上来红路晕，平着一走，穿一下。 这波让他收吧，回家了。 一会儿升六了，在塔下杀他。
呀。炮车没了，小兵也没了。没有退路了。这波线给他推过去，他如果敢在塔下，我们直接把他杀了；他不搁塔下，我们直接越塔断的线。他只有这两种情况发生。再见。晚点儿晕他好了，我不知道这个人立刻就会踩我，他像个有病似的，哪有，我还没动身呢，他就直接踩你，是，哎呦我天，纯粹是精神病。我连手都没出，我都没出手，他妈上来啪踩了一下，你说，下回我这么的，我这，下回我慢点晕他，慢点放技能。屠杀永不终结。有病，但是有用，这纯是傻子克高手。可能蛤蜊这边在啊，手一下晕住，再见。他干嘛呀？等个大招吸地吧，别人他也别收了。没有什么可以阻我了。我先插个眼儿，防止又上来一下上来杀。这人没了，人呢？挂机了，混呢？塔下一呆，开混，混乐意混混，咱不管他啊！我就一直在这控线，乐出来不出来？你要狠，你就一辈子你也别出来收兵。我不带推的这波兵，我100%不推。你爱出来不出来？他以为兵线能过去，兵线永远过不去，我不可能让兵线过去。下边就杀你，不用你塔下搁这待着。这波越塔先不要打他啊，吃一堑长一智了。上边进塔里直接踩我，这边先让他踩了。
我两管路，我看你往哪跑。来，甩一走来。红路抠，等一会儿。我一上来红豆晕，谢谢你的大招。还在追，那我走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Shut down. 我们直走啊。他是怎么 A 出来的那一下呀？他是点了印性吗？啊？这我都给他晕了，他怎么 A 出来的那一下？他眩晕的时候 A 出来的。你们自己看，他眩晕的时候脑袋是顶上有俩字眩晕，然后自己 A 出来的。你们自己回放看，我都不说了，好吧，你们自己瞅。印性呗，这是个 bug 还印性。bug 啥呀，我 E 过去人家 A 出来了，来踩来。你自己看回放，我没跟你说你自己看回放吗？咱是没手还是怎么回事？你自己看，你别跟我在这犟，你要内犟我不想跟你犟，你自己看，我都跟你说你自己看，他有回放你自己瞅。那蛤蟆不搁下路呢吗？齐亚娜来了，不就一个齐亚娜吗？我都说了，俩人随便来，别给我整仨人就行。这把又一条龙都没有，打野成天也不知道干啥呢。下路没了。有个蟹手啊。1125。几分来着？我给忘了。他死了，不是这波，是上一波。黑切不行，有点脆，我得先出血手。差一百，
destroyed. AD 五级，对面九级。真是有毒啊！去趟下路。司令没有大，等一会儿啊。来，对你把 AD 给我杀了。红怒 Q 眩晕。打大号起码有正常的对局，你没看过直播就别下评论，好吧？那永恩该挂机还挂机。还能把我蟹手给我打了呢，不过这蟹手盾是真烧。这盾是真烧啊，就这么点盾就。还行。对面是全 AD 的，我们可以来个反甲蓝盾这种的。漫天飞雨，跟我来小龙。小龙的人不会少，龙龙玩的还可以啊。左一玩的还行，我想在这等一下这个 AD。哎，这狂风之力挺膈应人的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反正，has been slain. Enemy killing spree.晕不应该晕到我呀。只有我能看到吗？前面的 AD 真他妈的装，哎呀操，我都不知道他装什么玩意儿了。但我们家确实有点难打，没有 AD 那越往后打越不好打，没有持续伤害，而且龙现在一个没有。现在要能有条龙都好办，没有龙下边我有闪，这瑞文管不了了，只能去杀他们家 AD， 杀完 AD 回头杀别人，自保吧，自生自灭吧，后排就自生自灭吧。那左一俺们是管不了了，那波尔比从来也没见过这人，一块儿走啊。来那 AD 指定还上来装逼，让他装，这边我有闪，那左一先 poke poke， 咱们不着急啊。啊，这个你想要哈？你捡可解弹斧呗。对了，那瞎子可能左边要出来踹你啊。小龙，插眼儿。两管弄牛的，没你了。你已经觉醒了，你已经觉醒了，我听说。这也能差一丝血，哎，我刚才犹豫到底要不要闪现杀他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下边如果有闪杀 AD 会好一点。他们俩指定是在下面，我们直接穿下去。这龙没法动啊，螳螂没活，等一会儿吧。我只能在这看着，我没办法，我们只能在这看着。这龙不能给他，你这儿还没有眼儿，我不在这看着，谁在这看着？只能我搁这看着。
他们只要打不起来龙就行，没事。AD 应该没有大。剩几个？我红路坑回血，哎呦哎呦，两滴血，我操！打龙。左一是可以的啊，左一玩的不错。我们先来个反甲，反甲出完我还是得右一点，但如果想 AOE 高一点，我们也可以来个巨九，巨九吧，出个巨型九头蛇。我感觉我护甲够了，我再往出出护甲没有什么用了。给你打个蓝来，这咋不动了呢？啊？真难玩，四打五还不够，还得三打五。杀一个，杀两个，不是杀一个，杀了两个。我只要能把他们家 AD 杀了就还好，这出青雨了就不好办了，出青雨了我们就不够肉了，就能打动了。哎，刚才那个 E 咋没伤害呢？回家出巨酒，那螳螂咋还不动了呢？
换成振奋，没多少用，我得要伤害，而且振奋给谁出啊？大家又没有 AP 伤害。这已经31分钟了，这是5个人的游戏了，这不是1个人的游戏了，剩下的就得看队友们了，能赢就赢，赢不了我们也没办法。看大龙爸爸多长时间，他们在正在戳，等着 A 就打我才行。我会被5个人集火，我所以，我得先把 AD 给他杀了，其他人我们再打。如果我们也杀得了这 ADC， 就不行了。投啥呀？打到这儿了，投啥呀？黑切不能换，我没有换的装备，你要实在想让我换装备，那就只能给我多一个格。让我换装备没用，他不是换装备能打得过的问题，问题不在于我的装备。我这个药出的不行，我把药换成钢铁合剂。那左一先 poke poke 吧，不过他装备确实有点烂，不是很好。担带也带不了，中路破了怎么担带？人家哥推中怎么办？担带，而且我担带我打俩都不一定能打得过。那都有青雨了，那什那装备都起来了，上哪担带去？我们家5个人我担带还行，4个人你还要担带？拖下去就只能输，拖下去永远也打不过，马上大龙刷了。拖下去人家家就一直拿东西，一会儿再拿个远古龙，远古龙要是不去抢，人家再拿一大龙，拿完大龙再拿远古龙，就一直拿，我们家啥也拿不了。
可以，没人出来。